光是好的吗？像可以在。嗨 ，Shoko， 你是不是很久没有来看直播？我这样会有点小声吗？因为今天办公室好安静哦，这样讲话他会觉得很大声。嗨嗨嗨，刚开始，刚刚正开始。有人有收到，有人有这礼拜新品有抽到满额赠，有收到这个耳麦蜜的化妆包了吗？小可我也很想你。今天好安静，只有我自己一个人。要先跟大家讲，今天 Peggy 不在吗？不用吧，他们应该知道吧。Peggy 外出中，外出中，韩国旅游中。嗨，有人有收到这个化妆包吗？因为赠品已经全部换光了，送光了。对啊，很厉害耶，大家昨天晚上就送光了，应该还没收到，很期待。化妆包很 cute， 虽然它的那个赠品已经送光，但是我们现在官网还有就是单卖的590，然后里面会有一个，就是会有一个这个很可爱的绒布化妆包跟刷具，超五支哎、欸，所以我等一下会来介绍一下，今天会先介绍这个刷具，然后再介绍衣服。对，已经送完了，但现在只剩下加上只剩下卖的。其实我们准备蛮多的，只是大家真的很热烈，因为大家好像真的很想要这个化妆包、啊，因为这个 CP 值很高哎、欸，五支化刷具、欸，对，而且1500其实很容易就抽到。对啊，还有因为耳麦蜜已经很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应该大概有。快三个月，超过啦，半年有吗？超过吧，应该是4-5个月没有跟大家见面，所以就是用满额赠的方式先跟大家见面。Peggy 来了 ，Peggy 来了，嗨 Peggy。好，我现在介绍刷具好了，因为好像很多人问说要怎么使用，还是先给大家看这个质感，先给大家看这个。好啊，你可以先介绍一下。包包呢容量是这么大，超大的，就算把5个刷具都放进去。还是有很多的空间啊！忘记说，我刚刚有查那个卖品的库存，只剩下好像20组而已。对，只有20组。对啊，所以我怕我介绍就卖完了，等下就没了。所以我快一点进行。它里面这么大，放了5支刷具之后，还有这么大的空间。然后这边有一个内袋，然后这边有写 Puzzle， 然后它的那个拉链是金色的，然后这边也有一个是立体的哦，是立体凸凸的My Me。然后还有拉链这边是一个爱心的形状，然后上面也有颗耳麦蜜。今天收到超级可爱，已经有人收到了。然后呢，再来就是介绍刷具。刷具我准备一个小抄，因为虽然它那个官网上面在商品描述那边都会有写，就是这5支刷具的功用，然后建议的用途。但是我有自己研究了一下，就是我自己如果是我会拿这些刷子。来做什么功用？我刚刚有稍微研究一下。好，你可以帮我帮你拿一下。我先从，你要先从哪一支开始介绍？应该让大家比较好记，所以应该先从最大支的吧。因为官网上好像也是从，官网没有照顺序，是不是？对，官网好像没有照顺序。那我先从这一支好了，大方头，就是是平的，它叫做大方头，圆圆的，它是这样子的。啊，顺便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好了，这边它的那个这边。是铝的那种，有点玫瑰金的颜色，然后刷感是木头的，是木头的，所以它其实手感不会太重，蛮轻的。然后它的 size 是比较属于携带方便，这是属于就是旅行用的时候携带蛮方便的。还会补货吗？应该是不会，应该是不会吧，因为它是满额赠。大方头官网上面的建议是说拿来当粉底刷。或是大遮瑕刷，我自己应该是会拿来当腮红刷。之前很久很久很久之前，耳麦蜜的腮红就是跟 Krispy Kreme 联名的那一颗上的时候，嗯，小杨有一次直播的时候就是用这个刷子，就是这个大方头刷来刷。哦，是哦，它就是这样粘之后这样子画圆画在这里，就是之前有一次，所以我自己应该会拿这个来当腮红刷。哦，对，大方头，再来是小方头。小方头是这个，就它是有一点扁头的，它是有一点扁头的，然后方方的这样子。然后官网上面给的建议是修容刷或粉底刷，我应该也是会拿来当修容刷，就是这样，那一条，但是不要是太显色的，
我自己是用没有很显色的修容，所以就是可以这样轻轻的刷这边还有这里，然后也可以拿来当眼下的定妆、oh. 就是有些人不是会沾蜜粉，然后就是会眼下的地方用蜜粉，我自己应该会拿来这样子使用。我开个冷气，好热。因为其实每一个的大小啊都不太一样，你们可以自己按照自己的习惯去用。我现在只是介绍我个人的用法，大家自己有什么想法也可以 po 在 IG， 然后 tag amymi 跟我们分享，就是可以照自己平常使用的方法。再来这一支是官网是写是腮红刷，它是圆头的，它跟刚刚比较不一样，它这边是有点蛇形的，然后它写是腮红刷，那我应该会拿来当打亮刷，就是沾打亮，然后你看它这个尺寸这样子，脸颊的打亮或者是刷鼻梁的打亮尺寸很刚好，或者是有的时候你想要画很红的腮红，就是集中在这两块，就是像那个晒伤妆啊，你也可以沾那种橘红色的腮红，然后这样子，然后连到鼻子这边这样，因为它的尺寸就是比较适合这样子用。但是打亮真的打亮的话，也是真的也可以，尺寸刚刚好，我自己会拿来当打亮刷。好，再来下一支，下一支是这个眼影刷，可以做大范围的眼影刷，但是它其实蛮，以眼影刷来说，它其实蛮大的。我自己是用晕染诶，就是把它就是。我会拿来当鼻影刷，哦、因为我有试它的这个弧度啊，这样子刷鼻影这边、欸。你很专业。你看它这个角度，是刷鼻影是刚刚好，刚刚好的。我现在手边没有鼻影哈，就是我示范一下，如果拿来刷鼻影，会这样刷，这样子。刚刚好，对不对？对，你会拿来刷鼻梁，完全刚好。这个、那或者说你的眼皮比较大片，你会拿来当打，哎，我的刘海碍事，拿来这样大片的晕染，也是蛮适合的。对，我自己是很喜欢拿来当鼻影刷。会单卖化妆包吗？应该是不会。在最后一支这个斜角的，哇，官网写说是眉霜，然后可以拿来做修饰唇线用。因为之前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之前我们那个礼盒那个 amymi 的那个也是有送过一组刷具，里面有一支斜角刷，对对对，他们两个的差异是那个比较小，然后这个也是斜角，但它比较大，所以我应该会拿来画眼下的眼影，眼下或是卧蚕这边这样子，然后还有它那个官网写的就是拿来当唇刷的用法，是我们的化妆师就是 Milo 很喜欢的，他很喜欢就是画了之后用刷具去把边缘晕染开来，看起来就会比较自然，他帮我们的模特儿都是用这样子画的。我的凤梨帽子好像不会上，会刺刺的，对不起，会刺刺的吗？我觉得不会耶，但是皮肤比较敏感的人就是建议收到的话可以先洗过再上脸，就是如果你的皮肤是比较容易敏感的，然后它的成分是纤维毛，然后它不会刺。然后有人在粉丝专页有问，想要问清洗的方法，其实大家都可以上 YouTube 去搜寻，有很多美妆 YouTuber 都有教大家怎么清洗。我个人是会用我都是用在大创买的那个洗刷水来洗就好，因为它是纤维毛，不是动物毛，动物毛的话我才会用洗发精或是婴儿洗发精去洗，但是这个是纤维毛，所以应该是用洗剂就可以了。团购一万套是真的很这么想？一万套我们好像也没有准备那么多。我看我刚很认真在介绍到流汗，都没有在看那个大家的那个留言。对啊，那个拿来当鼻影刷的那个 size 真的很大，我和妈妈一人一组都收到，太厉害了吧！然后这个其实算是amymi， 就是怕大家忘记amymi，所以给大家一个就是小提醒的感觉。之后我们amymi也会出很多就是彩妆品，请大家敬请期待。不管是一组卖的、单卖的，都在准备当中，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忘记amymi哦。好，彩妆的部分结束，我今天要来介绍衣服的部分了。这礼拜的第一名就是我现在身上的这个。多色的 MIT 多色的这个圆领基本款的 T 恤，基本上呢它的设计就是很基本，它没有落肩，然后也没有荷叶，没有就是一般没有长版，没有一般的没有宽松款，没有 V 领，没有什么，它就是最
就是每个人衣柜里面都一定有的，就是基本款的 T 恤，然后有很多很多颜色。那因为前几个礼拜都穿紫色，所以我今天穿的是粉色，是泡泡粉。可是其实它也不是完全是粉红色，它也是属于有一点粉紫、粉紫、粉紫的偏紫的，对，它是偏紫的粉，它不是。不是那种亮粉色，它就是粉紫的感觉，偏紫。对，然后随便搭一个帽子啊、裙子啊，其实我觉得这种 T 恤就是百搭，怎么搭都可以啊，百搭。所以它是两件598，你就可以买一个白色，白黑选一，然后再选一个特别的。我觉得绿色好像搭。对，其实我今天是想要穿绿色，但我找不到。绿色好可爱、很特别，就是小杨在那个小杂志里面，它是配那个花洋装。我觉得可以，就是两件五九八就可以白黑基本款选一色，然后其他特别的什么红色、黄色、绿色什么的选一色这样子。然后这礼拜速T除了这一件之外，还有一件是卷边，对，卷边那件它的材质两个相较之下是这一件比较厚。我刚刚忘记给大家看了，这个它是有点厚度，是不会透的。然后它这个质材质也是我们自己。就是自己定的 MIT 的纯棉，所以很舒服，然后不会闷热，对，可是又不会，可是又不会透。黄色会开预购吗？是说食谱 T 吗？因为我记得这个黄色好像还有货啊，没了吗？好像没了，我看看没这个也没有了，因为食谱 T 我昨天要抢就没抢。化妆包的订单内有一件裙子要退换的话，对，化妆包也要一起回来，因为它是满额赠。对对，因为订单退掉你的那个裙子就没有满1500的话，没有满1500的话就要退回来。如果退掉那个裙子还是有满1500的话就不用。好，我们现在我们有一个神秘嘉宾。对，然后今天我直播的搭档是我去拜托求他过来跟我一起直播的神秘嘉宾，我们欢迎神秘嘉宾。而且我指定要他穿这个洋装，因为这个洋装是有做限时特价72小时。有72小时的限时折扣，你看那个他长得像，对，他们两件都是他的款式，520，我爱你，520，特价520，72小时。我们平常活动都是做48小时，但这次是做72，所以是到后天的早上10点。再来，就是怎么样？阿甘穿的就是第二名的那个，刚才滚边的，那好，滚边的这一款，对，然后是第二名。比较稍微合身一点的版型，跟我身上的相较之下，你好高，跟我身上的相较之下比较稍微质量再软一点，然后再合一点，对，但也没有到合啦，就是它算是比较顺身型一点，可是这款很舒服，它料子很薄，对，然后它的卷边是很可爱，小小的，嗯，然后这件洋装啊，跟上礼拜有上上礼拜嘛。有一件很像，然后那件也是卖光光，被大家抢。对，那一件跟这一件都是心肝宝贝，都是阿甘的宝宝，所以我就直接请阿甘直接出来帮大家穿一下。你要不要说一下两件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这个跟上次那一款，上次那一款它料子是比较扎实、比较硬挺的，对，它就是，然后而且肩带是比较粗的。然后像这次这一款的话，我是想说要做女生一点，因为像上次那种。的话是可以搭配比较稍微中性一点的感觉，上次那个布料好像有点皱皱的，就是稍微一点皱皱的。对，它这一款布料的话，它其实是有一点纹理在的，还蛮特别的。你要近一点给大家看吗？大家会不会看不到？再靠近一点，对，再靠近一点，就是上次的，所以会有一点皱皱的。哎呦，那它是比较宽的肩带。好，退场。然后像这周这款它，就是这礼拜的520款，它料子是比较薄的，然后是做整排排扣可以拆的。然后像其实比较娇小的女生也不用担心，因为它扣子下面是可以打开的。哇哇，那我也可以小露性感一下，就是看起来腿比较长。去海边，然后这样子扣子开到这样子，然后踩可爱耶，然后在那边奔跑，还自己幻想，带着你的草帽。然后像我今天示范的是白色，因为我想说让大家看会不会痛的感觉。所以请大家检视我会痛吗？检视我好像不会，那不会啊，应该口袋的部分的话可能会稍微明显一点，因为口袋这一层是有内，对，有内里有加厚的，所以可能有人会觉得稍微比较明显，但其他部分我是觉得应该是还好吧。我不知道他在笑什么，要不要给大家近看一下扣子？近看一下扣子。它
的扣子是有点琥珀的，而且琥珀通常上礼拜的比较大颗，这礼拜的比较小颗，比较秀气一点。哇，好近哦！有口袋啊，一定有口袋。他也是，他也是做斜口袋，而且这么就是长洋装来说，全长的洋装来说，520很便宜，这超便宜耶！对啊，真的很便宜。你自己有吓到吗？哎，它的材质超很好哎，质感很好。色，可是我现在穿白色会觉得又想要包色，很可爱。对啊，世界还蛮美的。它还有粉色跟蓝色是吗？对，有粉色跟蓝色。我在这没有人就会下一套。你要开始讲很久了，因为他忘记换衣服了。对，那有什么问题吗？还是你先去换，我先讲明天。可以。忘记去换衣服。我忘记去换衣服了。啊，那你要顺便把别色拿出来给大家看。今天的直播来讲，今天直播的赠品好了。如果说你昨天来不及，就是你抽到1500，但是你来不及换赠品，因为赠品昨天晚上就换完的话，没有关系，不要太难过。因为明天呢，明天这可以讲吗？可以吧？明天我们会上 Darling Me 的家居系列，然后家居系列的负责人 Peggy 小姐不在，然后我刚刚已经有 call out 给她，问一下她对于这次 Darling Me 有什么话想要对大家说。他说呢，这一次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出了一些跟之前不太一样的颜色，例如苹果绿啊，哇，你把它讲出来啊，可可棕啊，你把它讲出来，还有一些，然后他说有一些元素啊，什么交叉、荷叶啊、蕾丝啊，就是稍微一点比较带一点少女的感觉。对，就是他要我做的透露。那详情大家还是明天上官网看。然后明天也有那个。满额赠就是也是今天直播的赠品哦，我觉得送超好。我们这礼拜的礼物都送很好哎、欸，这好可爱哦，有没有看到吗？这个直播分享加留言吗？对，分享加留言可以说四位，这个限量的，很漂亮吧？这我整个是家居系列的，借出来给大家眼罩，然后它的套子是长这样，很可爱。你看大家都说好可爱，你看这样。在飞机上这样，然后穿那个我们那个 Darling Me 系列，然后这个是写 Holiday Club， 然后是绒面的。想要获得吗？两种方法，一个是现在的直播分享加留言，会抽4位幸运儿会得到这样子一组。然后第二种方法呢，就是明天 Darling Me 系列满1000，哎，满多少？1000，一千还是1500？好像1000，满1000。反正明天上官网就知道是满多少钱就会送这个哦，也是一样，数量有限，所以大家记得要准时。蕾丝眼罩会刺吗？它里面是断面的，所以不会刺哦。然后现在有一个超级大嘉宾，超级大嘉宾要出场了，超级大嘉宾，哇，是很久不见的小杨。嗨，很少很久没有出现在。刚刚Shoko有问说你现在不直播了吗？其实我刚刚没有想要直播，因为有点忙不完了。可是后来觉得好像你们很孤单，要拯救我们一下。刚刚可是好像觉得可是他们很孤单，不敢去找你。对啊，嗯，然后我就你这一套好像也可以搭着，就这个在家里这样子，很舒服的感觉。我觉得是适合在那个就是。上飞机，对，在飞机上的时候，因为你就会穿那种比较轻松的，那就好可爱哦，就是这样带着。嗯，嗨，然后那我来聊聊我身上的新品。今天主题是什么？今天主题就是没有，就热卖的，热卖款式。哦，这款其实也是哎，因为这款其实没有拍形象，是用那个一般穿搭的 model 穿搭。可能是因为你直播有穿，直播我有穿，对。然后呢，我想说这种款式应该是。好像有点设计感的衬衫，就是蛮多人其实应该都会喜欢的。然后之前 Power 也出过蛮多的，嗯，嗨 Shoko， 它还有绿色，对不对？我觉得绿色很可爱，啊、它是有点像雾雾的绿。然后因为它后面是这样子，我故意把它就是衬衫，就是我今天是穿那个 V 领的小可爱。好，我刚刚以为你要打开我的，所以就有点露，嗨，然后。但是如果我之前是穿平口的，对，那你觉得如果你是比较，大人一点女生，就是不是大人，就是你好像可以穿那种有整个蕾丝露出来的，它其实可以，它其实可以，你就是大概是这样好吗？就是有点紧张，就是可以这样子的感觉。
有人说想看背面，就有点不一样的感觉。你可以自己调，看你想要。你想要穿好还是不穿好？然后你也可以。也应该也可以扎进去，或者你就可扎可不扎，就是一个随性的感觉，就是很随性，而且它很舒服，就是这个质量 很像没有穿，要这么说也可以，就是我觉得可以也是。我带了很多项，我带两条项，这样带很好看哎、欸。可是是不是都卖完了？因为刚刚这条都卖完了，这条卖完了吗？我不知道、欸，珍珠好像剩珍珠的，就是它就是珍珠了，就是剩珍珠，剩这个。对，双链的已经，双链昨天金色上架不到十分钟，我就看到它就卖完了。然后今天我带的是另外一款，另外一款就是全部配在一起很可爱。上次的，不是上次，哎，我太久没来了，有点。就是另外一款它是双链，双链的珍珠是固定的，然后这个是单链的，单链的珍珠它是可以调位置的，可以。然后我又加了一个这个，就是很三层的项链。我觉得我穿这种 V 领的衬衫呢、啊，其实就是你也可以配项链，头发也可以绑起来，就是你不一定要放下来，因为我就绑起来，然后露一点点，有一点点须须，好像也蛮可爱的。好像是不一样的感觉，就是这样子啊。刚刚去哪里？单颗的珍珠，单颗珍珠链子是比较粗的，然后比较细的是双链的。那我觉得说，如果说你也可以不要想那么多，这有点花俏，是吧？你觉得比较蛮有设计感，就是比较有造型。如果说你是有造型的话，你可以戴这样多链。然后如果你是比较想要走比较气质简约路线的话，好像就单一颗，这样一颗好像也可以，就是不会感觉瞬间变很有气质、欸。对，就是对这种感觉，因为你戴上，你再加一些链子，自己家里面的链子配一个单颗的，然后就是这样子，就是会有点设计感的样子。因为好像很多欧美都会这样子戴。对，很多最近超多，对，衬衫都开很低，真的，然后就要戴很多项链这样。我里面这一件呢、啊，里面这一件小可爱，我把它剪掉。真的假的？就是之前出的那个长版 Peggy 的那一件。哦。然后因为我比较胖，这边就一直卷起来，然后就觉得很不舒服，然后就把它剪掉。剪掉之后，我觉得就可以搭那个，对，搭的很不错的感觉。好聪明哦。对啊。然后这个衬衫，我觉得就是你可以穿这样正常这样，你搭牛仔裤也可以。然后我今天是配了牛仔短裤，然后上次我在家里的时候，我好像也有把它就是绑起来，我觉得也蛮好看的，就是一个很随性，随性，就是你随便，就是一件随性的，随便穿，对对对，都可以很有造型的上衣，对。那我觉得单颗也很可爱，对。那今年是比较流行，比较多，就是有多比较多条的，对。想看绿色，好，等一下拿给大家看。要拿给大家看。我还有觉得一件我很想推荐，我带过来了，我带来这件小杨的推荐清单，因为这应该也是我的吧，就是荷叶边的，荷叶边的，就是肉肉女孩也适合的荷叶边，就可以无袖遮那个，就是、这个无袖穿起来是会比较瘦的。我的这件短裤穿 M 的会觉得紧吗？还 OK 啦，刚刚好的，这个也很可爱，这个丹尼有带短裤。也就 OK 就可以了，然后我这个衬衫我就是配球鞋这样，绿色也很漂亮。这个绿色其实它就是我有一个款，上次有一个两件式的那个，那个布料我真的很喜欢，真的很可爱。对，这个颜色很可爱，这个也蛮，这个是更女生的感觉，比较女生，比较气质一点，上班的时候很适合。对，两种不一样的感觉。那不然还是我再去换这个颜色，还是要换别的？好啊，因为阿甘好像准备要出门了，对，阿甘雅雅也来了，你也补妆，因为雅雅一定也是觉得他们很辛苦，因为本来就只有阿甘跟那个可鱼，然后我们两个本来在位置上坐着，就是一直坐，就坐在用东西，后来觉得说，好像还是要出门了一下，化妆包不会，因为那是正品，然后它是限送完就没了，对，限定的，对，我不知道你们应该大家都有拿的，其实很多量很多，对啊，很多，应该很多人收到，很多，对，还有吗？卖的还有吗？
好像剩二十几组而已。哦，卖的剩下二十几组哎，这个。然后送的是全部都送完了。送的已经昨天就晚上就送完了。对。然后这个卖的就是有五只刷具的，还现在架上还有二十几组，对，可以买。如果你没有得到满额赠的礼物的话，你可以去买这个。大家都有拿到。阿甘又来喽。阿甘换了一套。阿甘每一套都，你很适合这样，好尴尬。其实你就站在那边 Ruby 帮你讲就好了，你站着可以吗？你试试看，你试试看。我冷心，你是怎么到我这边？阿甘，我怎么了？哎、欸，你呢？想要 Q 你？哇，修口，我看到你的留言了。你很尴尬，就是你要介绍这里的上衣跟裤子。对，然后。这件上衣好像很可爱，它是有点荷叶领的那个，它是一个小巧思，对，荷叶领的，然后其实这一款是做暗纹的，它扣子其实在里面，然后它是藏在里面的，对啊，这里面的，然后它是稍微有一点点透，所以里面要再加小可爱。其实像我自己的话，我会穿那种灰色的平口小可爱在里面，或是平口内衣，我不会再额外再加什么内搭，但今天例外，因为今天我本来就有穿背心出来了。对，然后像这颗扣子啊，有的女生她可能不喜欢这么高领的话，你也可以稍微打开一点，像这样子做一个 V 领的造型也很好看。打开好像也蛮好看的，对啊，比较随性。但我个人比较保守，所以我会扣起来。只要你打开，你要戴一个项链吗？刚才想帮你戴一个项链，给那种珍珠项链。对啊，可以啊。那、啊、它这一款布还蛮特别，它其实是有一点点细细纹直纹的感觉，但还蛮漂亮的。然后裤子的话也是这礼拜好像比较少人看到，所以我这次就应该是隐藏版，对，穿给大家看。然后因为我稍微高一点，我是165，所以穿起来的话大概是9分的长度。然后一般比较娇小的女生喜欢这款的话，你下面裤管其实也可以做一点反折，因为这款裤型蛮挺。我这样好像就太短了，但一般稍微娇小的女生也可以做一折，或是折一折，折一折，我觉得好像其实蛮可爱的。然后它比较特别的是，它口袋是坐在前面的，然后后面是没有口袋。后面没有口袋。对。裤子很好看哎、欸，我觉得。这样就可以出去玩。是隐藏版。夏天。很像郊游哎、欸，带一个草包很像去郊游。对啊。请忽略这领子有点皱皱，没烫。不过大家都说蛮喜欢领子的造型，因为是一点点小荷叶的，就是有点立领的感觉。然后是做荷叶边，其他背心又太素，对，有一点点小小造型。对。好，刚刚大家想，刚刚阿甘穿的白色洋装，然后大家想看别色，所以我们现在请白色想要看雅雅，所以我们邀请到雅雅。哇，今天很多神秘嘉宾哎、欸。哎、欸，我看不到。没关系。刚刚有人说想要看小织女穿这个洋装穿起来的感觉，雅雅是153公分，她穿起来其实也不会太长、欸，有啦，就是长洋装嘛，小腿肚下面一点点。或者是你还是可以绑高那个，不行哦，不行，因为绑高一点这边会变很多、哦、很多布，就是你要绑刚好，就是这边会有一点点松松的，不要挤很多，但是而且你里面也是配那个卷边的，对啊，好可爱哦，谢谢。它跟阿甘刚刚的搭配是一模一样，对啊，一换颜色，我都没有发现。它其实小织女真的是 还是可以穿，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因为如果我没有绑的话，它还是。卡得住，只是绑住之后，它可以固定那个在腰上面的高度，而且可以把那个松紧带折起来。对，这样。其实它可以绑不绑，其实都可以。对，就是你不要穿，我自己觉得不要穿太高，因为太高它会变成这里会很多布，哦，就会看起来松。这蓝色好像很显瘦哎。对啊，很瘦哎。对啊。然后刚刚雅雅她的搭配的概念就是她怕深蓝色会太。暗，所以他就配了一个黄色的帽子，让他看起来整个看起来亮一点。脸应该不会很黄吧？不会啊。背面是这样，它侧面还有小口袋。口袋真的是小口袋的。然后前面这个拍穿搭的时候，我看一下，拍穿搭的时候有故意把前下面不要扣，
有，刚刚阿甘有示范可以打开，啊、在海边踩水。你想要性感一点点的吗？这是粉色的，大家是不是想看？你要比比看。粉色可能不能戴黄色的帽子。对，但是我不能脱掉帽子。有人说绑结达人雅雅，对，这样。如果你自己想要，因为其实你要讲什么？有些人会觉得粉色太过甜美，但是因为现在其实我们自己大家都会搭休闲鞋，就是比较，而且它这个粉不是到很粉的那种粉，它是有一点比较浅的粉橘色的，对对，偏橘的粉。喜欢这位洋装的各位。还有两天，它特价520块。你不要每次都很像购物台哦。因为它其实蛮挺的，它是有一点点斜纹布。如果你自己要选一个颜色，你会选哪一个颜色？我，白色。你会喜欢白色？大家听到了，雅雅推白色。对。阿甘买黄色。这样。哎，有黄色。有。黄色也很可爱。是有黄色吧？有黄色。这样。有哦，雅雅有推荐，白色了。对。已买，好多人都有买这一件哦。如果不敢尝试比较性感的，可以打开前三颗看看，还是直接开到腰上？对对。有人问会容易皱吗？不会哦，它是有厚度的。这个如果皱的话，应该是用熨斗大概烘一下就好，因为它其实本身不会到很皱。对，然后它肩带是不可以调。肩带不可以调哦。有人说雅雅上次推了白色洋装，他就买了白色的。哇，我们下一位大嘉宾准备好了。哇，好辣啊、哦！没关系，你先。我先好，因为我刚想要，我现在想要走那个度假的感觉。哎，你也可以跟我一起啊。对，你们两个是一起的。可是我们是对比色。对对啊，没关系，你先介绍。就是我要说这个荷叶是真的是修饰手臂的，修饰手臂的，但我还是没有办法，没关系，我也没办法。那我觉得红色就是很适合夏天，我就搭了一个娃娃鞋跟草帽，然后草帽是有黑边的，我觉得这样子好像很可爱。其实应该不要穿牛仔外套啦，可是我不好意思。可是红色跟就是你下面的牛仔短裤真的很搭，对啊，就是红色配牛仔好像都很好看哎。小羊穿红色真的很戴了一个墨镜，哇，这真的是彩编的穿搭。在室内，他现在在室内这样有点好笑。对，其实在室内戴一太阳眼镜，其实是真的是会蛮好笑的。可是这个太阳眼镜也很是，就是会让你变小，脸变小了。对，然后那个看下面一点，不然会有两个圈圈。哦，这里是，对对，就是觉得这样子好像出门，就是如果你怕晒黑的话，就是。穿一个外套，但是基本上如果去国外的话，应该就不用再穿牛仔外套。对，因为国外就也没有人认识你。对对对，就是随便穿都可以。然后，这个的话，这个荷叶边其实它是做双层的，这个领子是做双层的，所以它会感觉就是比较蓬，有点分有分量感的感觉。背心是什么材质？是棉麻的，是软的棉麻，舒服的，很软哎、欸，很舒服。偷摸一下，很软。然后它是我做的是有点 A 字的，就是有点散状的感觉。对，那所以可以塞进去，也可以放，是可以塞的。然后我觉得放出来好像比较可爱。放出来是 A 字的比较可爱，那它的侧面荷叶刚好其实真的是可以显瘦的，就是可以把手臂边边的那个肉这样遮掉，就是可以这样子，就是它的这个，而且还有阴影，对我刚看镜子，阴真的是阴影哎，完全就是把这边那个肉都遮真的，就是我真的是手臂很露的，然后但是我就是会想要做一些就是修饰的。是我也连我也敢穿的无袖上衣，然后我觉得如果连我也敢穿的话，你们应该就是都可以穿。外套是 MQ 的那件牛仔外套，对。然后我跟可云应该是可以去同一个地方度假，就是我们可以一起去海边。对，我们可以一起去海边，就是洛杉矶。对对对，洛杉矶不错哎。对，好像可以。我就想到大家要戴帽子，草帽也可以。这种红色的亮色系其实就是不要戴帽子，直接绑个马尾也蛮好看的。请转身，想看后面吗？有什么吗？想看后面。后面没，后面有掉回来。到后面，它后面是
一个水滴洞，它有一个小扣子，有一个小扣子在这里，就很可爱的一件上衣。短裤是 I need a vacation 对对对那一件、嗯，对，那个可能要再贴。好，我讲完了。好，瞬间结束。我现在穿的也是度假风，就是一穿上这件就很度假风。这件是就是树叶跟碎花，我们平常穿的碎花不太一样，树叶稍微比较大人感觉，比较成熟。这是阿甘的吗？因为阿甘好像有蛮多款都是这种树叶的，然后它的长度是现在穿也不会太热的长度，然后它的袖口要做松紧带，然后它是平口的，可是我现在没有穿平口内衣，因为我想说我要搭这个吊带裤的宽肩带，可以直接把那个内衣的肩带遮住，我就没有换平口内衣了。然后这个这个吊带裤小杨在小杂志里面有穿，它是配碎花的一字领，然后我是配树叶的一字领。然后这个我觉得这个裤子有一点长，所以我是折了一折，但是我刚刚有询问小杨说是落地裤，如果你比较高的话其实是可以的，对。然后它这边是很宽的，所以也可以修饰那个手臂。为什么我们全部的那个款式都是要在修饰手臂？是要去见韩星孔刘？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因为刚才小杨戴眼镜嘛，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对啊，我也觉得这件很度假，而且我刚其实是本来想要，穿长帽子，想要戴渔夫帽子，但我想这样在室内是不是有点好笑？所以我要把它脱掉了，不然这样的话其实就是可以。就是可以，我觉得它这个绿很可爱、欸，它实体的绿是有一点比较浅一点点的，它近看它树叶的样子很可爱、欸，都穿得很明星哦。他说我们穿得很像要去见孔刘是吗？戴帽子很可爱吗？我刚才想这样室内是不是很奇怪？还是不会，就这样拍照再配太阳眼镜，什么都要配太阳眼镜，就这样。然后因为它这个一字领，它也是属于，就是它有袖子，所以也是蛮修饰手臂的。不然我其实也不是穿每一个一字领都好看，要挑。所以我刚刚穿，感觉这里不会太紧，对，就不会累累的。这边不会太累。我刚试穿过后觉得这一件 OK， 所以如果你是跟我一样比较厚的女生的话，这件一字领是 OK 的。喜欢这个图案，可是可不可以不要一直一字领？我们也有就是衬衫啊，这礼拜有一个。小清新的那个衬衫，哦，那个小花的那个，对，那个小花的也很可爱。下一位是辣妹，辣妹阿甘，下一位，我吗？对，就是你，辣妹，瞬间变辣妹的阿甘。阿甘身上穿的就是那个，对啊，因为每次都站在那边像人形立发抖。这也是这礼拜的热卖款，就是食谱 T， 没错，但是它前面是素的，但是后面有这个。黄色的已经买完了、欸，我这样摸你是不是觉得很痒？黄色 S 没了。对，黄色 S 已经买了。黄色是配宝宝蓝的字，很可爱。杏色是配红色的字，然后还有白色是配白色是配黑色的字。对，后面是这是一个真的可以做蛋糕的食谱、喔，很可爱吧？是阿甘的宝宝。对，然后他配的裙子是这礼拜的。这礼拜么字型的黑色牛仔短裙，跟上次我们有一件牛仔的那个么字型那一件蛮像，只是它这件是黑色的。但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两件的版型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它不是同一个商品哦，它只是都是么字，就是蛮像的。这一件黑色的比上礼拜的蓝色稍微更紧一点点，对，就是同样 S 号来说。所以像小织女喜欢这种版型的话，可以参考这一周这一款。那之前那款也可以，但可能腰的部分就要再去改小一点点。而且这个好显瘦、啊，因为我觉得那个么字型的那个设计真的很显瘦、嗯。然后像，因为我是165嘛，然后这件穿着的话就是稍微在紧绷边缘，紧绷就是你可能叫快速起立姿势这样子。如果你不管穿那么短，其实165是可以选 M 好吧？也可以啊，它会比较下一点点。对，但其实你如果不会害羞，其实我觉得这个长度是 OK， 就是你基本上走路或干嘛，然后像做捷运的话，你可以包包稍微压一下后面，我觉得都还好，就是比较小心就好了。嗯，有人 Shoko 问你说这个颜色上衣这个颜色适合皮肤蜡黄的人穿吗？
修口可以买白色的。修口他推阿甘推荐你买白色的哟，因为奶茶色的话它颜色比较深一点，对，比较而且比较浊一点点，那有的女生可能会害怕的话会建议你可以买白色是最百搭的，对啊，这样不会有问题。然后这款还蛮其实蛮舒服的，裤子还有裙子还蛮好穿的，因为有的牛仔裙会很憋，对啊，然后像这款我自己穿我就觉得，而且它这边也不会到太贴，不会到很贴，所以它是其实它是有一点点微微 A 字的感觉，它就是虽然是合的但它是不会到很贴的那一种。嗯，然后下面也蛮特别做一点点不收边的设计抽须。雨璇说今天会穿卡其碎花洋装吗？会，我们就立刻来帮你示范。成功了，没错，等等等等，立刻。那天看雅竹的直播，哎，小杨的直播的时候，有人想看，但是因为白色的被 Peggy 穿去韩国了，所以我就穿咖啡色。但咖啡色好像蛮可爱的。我自己会选白色的，因为我就是喜欢买黑白色系。雅今天搭配头染，她都配同一件上衣。发现。然后这边就是它是这样，整件都是从腰下都是用打折的，很可爱。但是因为这边不会看起来比较胖，是因为它上面这边是打细折，然后到下面之后才散开。这样，然后侧边还有一个绑带，但是这个绑带只是装饰的。就是如果你想要可爱一点，就可以自己打蝴蝶结，然后如果不要的，就是这样。或是好像绑腰好像也可以。绑腰？是这样绑到前面吗？不行哎、欸。不行哦。什么意思？上次我，上次哦，没事没事没事。你说这样。没事，白色卷边真的很百搭，没错。你说这样吗？啊之类的。这样，然后它还有内里，所以其实不会到很透，但是如果穿。白色的可能还是要穿浅色的内搭，而且我觉得它这设计很可爱，它就是底下是打折，但它上面是没有打折的，我觉得它就是很修饰下半身的感觉。对，这个是不能调整的，它只是装饰而已，但是腰围这边本身就有松紧带，所以它其实会刚好卡在腰的地方，而且它是做双肩带的设计。这件的小花很可爱，我觉得夏天很适合。对，然后肩带是不可以调的哦。然后如果因为我们拍 model 照的时候好像有单穿，但是如果你想要单穿的话，可能就要穿、那个、要加个小可爱。对，要穿平口在里面，因为其实这边是有点浪的，所以还是建议里面内搭一件，或者你也可以穿无袖的在里面。然后，如果身高比较没有那么高的人，他穿起来。我153穿起来是在小腿肚以下，我自己是会喜欢这个长度，因为我自己也都是会买小腿肚左右的长度，嗯，这样就是蛮显腿长的长度。它可以搭比较女生一点点的鞋子，或者是休闲鞋都可以。所以这件也是蛮百搭的，对啊，这样。而且今年很流行那种皱皱的裙子。可是如果你自己是买这个色的话，我觉得它其实可以从春夏穿到初秋，哎、欸。对啊，就是秋冬好像也可以穿这个。对，然后因为它是比较深的颜色，如果你到秋天里面搭，换里面搭配就好。对。这样。今天你刚好示范一个，就是怎样素梯很百搭的，对，百搭素梯。好了。好了，是不是？怎么办？没有人。好了，是不是？大家还有想看什么吗？鞋子搭配凉鞋也不错，没错，就是搭配凉鞋的话，就感觉可以去海边了。快点啊！我不知道。等一下，我看可鱼他还没有换下一个。他说裙长落在裙，这怎么往上滑？裙长我153穿是在小腿肚以下哦。就是脚踝，这脚踝上10公分左右吧，153的高度穿起来的样子。然后这件好像蛮多人问，就是花花系列的，觉得好像大家可以已经开始
可以入手一些花花系列的，为夏天做准备。这个很夏天耶、欸、对啊，而且这个花好可爱哦。小羊的小杂志里面就是穿这件黄的，这样它是肩膀左右两边是有松紧带的，然后它袖口也是，所以它如果穿起来 是卡在这边，这样黄色的好可爱哦，然后红色哎、欸，你穿蓝色很可爱。蓝色，蓝色可以搭牛仔短裤。我的就一号可以透露明天的新品吗？嗯，明天的新品的话，就是Shoko 可以是 Shoko 吗？看一下。就可以往前，等一下前面直播的时候可以有说一点，或者是等等请他来再跟大家讲一些些。我不知道这样会很痛吗？会吗？有一点，因为我这身黑色，有一点辣。明天的马鞍针是几点开始？十点哦，明天是十点。会很痛吗？我个人是觉得有一点。还是就不要介绍，你就这样，不然你就这样挡着。因为我刚刚想说最后一套来介绍，就是我 IG 我穿白色的这个，然后因为我 IG 是穿白色，然后配之前的那个英伦格纹松紧的那个裙子，就比较正式 lady 一点点。然后我就想说我来穿个绿色配牛仔裤，可是因为我今天穿深色的内衣，然后我没有拿那个小可爱，所以。因为现在有打光，好像有点痛，还是把灯关掉，其实不会太痛，就变暗了。可是我站这么远，这样好像打光太暗了，这样站这么远会很明显吗？还好吧。我个人好像还是有。那就远远的，好不好？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自己很喜欢白色跟绿色，让我这样比着好了，蓝色也蛮可爱的。然后我很喜欢它，就是领子这边的这个荷叶。然后它这边荷叶有到这边胸前一个方形这样子，我觉得很可爱。然后它的布呢是有纹路的雪纺，就是有一点纹路，细纹，然后皱皱的，我觉得很可爱。然后其实配牛仔裤的话或宽裤的话，其实也不会太正式。然后它虽然是七分袖，但是它这边有做松紧，它是七分袖，如果不缩的话是这样，然后有做松紧，然后这边有一段荷叶。但是其实因为它是微透肌感觉，所以其实也不会到太热，然后你也可以这样把它往上弄起来。对，我自己很喜欢这件，所以想说最后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好像有点痛，所以有点害羞，就大家可以去我的 IG 看。然后刚刚有人在问明天的新品，明天的新品是 Darling Me 系列，就是家居内睡内衣内裤，然后满额赠是眼罩。这个缎面的眼罩，这个，然后这个今天直播也会抽四名送哦。这个我的裤子就是捕获到的那个 Make in Love 的，对，然后现在还有浅色深色都捕获了，然后还有那个 XS 的尺寸。然后刚刚有人说想要看纱裙小织女穿起来长度，可以去找 Molly 的 IG， Molly 有穿过，因为那款是之前就出过了，只是我们这次加了就是纯白色跟紫色两个颜色，那之前有杏色，绿色好像买完了，还有粉色，对，就是之前的那一款。直播只要分享加留言就可以抽，会抽四个哦。然后没有抽到的话没有关系，明天也可以凑满额，就会送这个。再给大家近看一下它的这个旁边的蕾丝也是很可爱，好像跟我身上的衣服也是可以凑一套，而且它的蕾丝是有挺度的那种蕾丝哦。对，不是软的，它是透透的，然后这边是绒面的，然后里面是缎面，所以是不会刺的。刚有人问会不会刺，所以是不会刺的。好，Peggy 不在，今天的直播终于结束了。今天的直播可以再看我上是可以啦，我是觉得你这件穿什么 S 吗？你说裤子吗？对对对，裤子我现在穿 M， 其实 S 也是可以穿，只是因为它比较高腰，所以 S 的话可能坐着的时候会有点紧。好精致，你是说眼罩吗？我适合绿色吗？绿色很 OK 啊，绿色很显白吧。
因为它是深绿色，我觉得其实是蛮百搭的。对，我觉得如果蜡黄的话，绿色就比较会修饰，可能不要选蓝色，蓝色可能要白一点。因为 它的蓝色是雾雾的蓝色。对，它的蓝色是灰蓝，其实也很漂亮，这也是蛮气质的。这个好，今天直播就到这儿，赶快分享直播。明天早上10点。官网会有达令面的新品哦，然后还有刚刚阿甘跟雅雅有穿的田园感缩腰洋装，现在特价520块到后天，所以是可以跟明天的达令面一起凑的哦。再见，再见。刚刚阿甘跟雅雅都有穿，如果想看的话，高个跟小织女都可以穿的洋装，等下可以直播结束之后可以往回拉回去。有规定分享之后留言要留什么吗？没有，没有哦。好，就这样。拜拜，拜拜。